好的，欢迎大家到来，我们的欢乐时光就要开始啦！今天也是一小时疯狂充值时间，我们今天也是充2500啊，已经升到了261级，不错。然后本期主打是至尊圣器，看起来也就一般般吧。看邮件，好的，马上。首先看一下这个凡人，这是昨天服饰版榜拿下了这个第一名，走，看邮件。噔噔噔，每日奖励，虚拟店每日奖励是啥？遭遇战开房，来看一下这儿，九转三星，赤雷战练，一个称号，服饰之王。好的，来领取使用服饰之王加500000 ，OK 了。然后别的领取下，那个装备我们也换上，装备给第一角色换一下，换了以后加了163万，还不错。我现在对100多万其实已经不是很热情了，你必须要给我300万、500万的，我才会觉得刺激夸张。好，今天我们看一下这转身，转身的话使用一个这12个领取，然后我们的这个转身还差了300万，今天这300万还不一定能到，所以我们先不管它，先在这儿设置这个 boss 自动挑战吧，11转就11转了，我们这个11转的套装还没有凑齐，所以先让它打11转 boss， 然后现在准备开始充值，来美女图鉴看一下这是啥。美女图鉴充点小钱玩玩啊，就是每天的充值任务，还有一个叫做四阶之身 ，OK， 是这个飞剑的四阶之身。今天的这个榜呢，就是飞剑的冲榜第一名，看一下现在是 Costa 205星，等等我呀，我现在有19万元宝，直接这把先买了，好吧？这里3折的 VIP 12的特权买了，这里4.1折的，然后最后一个是4折，我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他这里这个6.2折永远要放在这里。哎，就特别奇怪，想不明白。艰难27个吃完，然后这里 boss， 其实我们可以先去打一下那个什么 boss 的，这里先把这个次数买满。来，自动挑战11转，地狱难度。一会儿我们可以先去挂一下那个跨服 boss， 跨服 boss 给的东西还不错。然后接下来一键冲榜还有什么呢？今日累冲，哎，也就是2500对吧？你要的2500给你了，切。然后这里的时间一元秒杀买了8块钱，8块钱秒完又是30，今天充了2700币。酒馆还没有领，哎，等等，这里其实如果手速快的话，说不定可以购买两次啊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因为他购买之后，这里只能点一次这个领取吧，说不定如果你购买两次成功之后，有可能就只能领一次，那就太惨了。来，感谢你的提醒，酒馆看一下，酒馆全部领取啊，已经达到上限了，全部接受，珍惜的，不错。好，原石马上上，不着急。OK， 原石走，立即抢购一个空间原石。每日领包先领了 ，OK， 好的好的，这两个68的先买了，好，领取，好，2个石头就都有了，然后这儿是充了140，好，领取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里，等一下 ，VIP 礼包是在外面吧，这里看不着，因为它是在打 BOSS， 我们先把这个原石使用一下吧，来，升四级。这里我看一下三级，啊，其实只有2个到4 ，OK 了。现在看一下 VIP 22，今天可以到 VIP 23，先领取每日的礼包特惠的，稍等一下，先找找限时活动。哇，我都充了5300了，看得很刺激，这先转一下，这随便转啊。好，接下来先进阶我们的这个飞剑吧，飞剑的话是3个角色的，我的天，这游戏又搞回来了，又要坑人了，3角色。他不当人了，他要挣钱了，现在开始了。然后现在升四的这个有一个，先等等，先升一个到四吧，先升一个到四，哪怕他一会儿再给一个什么3升4、4升5也没关系，还可以给后面的角色用。来升阶，一开始升1到2才能加20000战力，行了，有意思。好的，你就只能感受这么一次。OK， 这里这个哇，飞剑加了11万，这个还是蛮漂亮的。然后直接4升5，哇，变绿了。我变绿了，也变强了，加了13万这里，然后就没有了。这里先不要升吧，啊，这我觉得先升到三，好吧，先升到三。他一会儿今天因为是有3角色的，所以我猜啊，他今天会给那个充值的提醒，就那个服务员直购。好，碧玉飞剑，那，其实这个2级的飞剑感觉和那个5级的差不多，看起来倒是蛮相似的啊。这里是多余的，好，先升一阶。然后我看一下，哎，服务员直购来了，哎，果然来98，来一个98是给这个的。我就是很希望这个超级转身单，我今天才有机会升到第12转，不然没有机会的。好，支付成功，98领取，估计还有服务员直购，你看还有一个服务员直购，又来一个198的，总数到达6级就有了，这个轻松达到。来，走你，好，支付成功，领取一下呀，这是技能书也有了，挺好的，领取。然后又来一个98的，达到4级，切，这不按顺序出牌。好，买完了，别的没有了吧？哎，他现在已经被我劝退了，暂时不敢出来了，1块的买了。呀，大哥，我这1块的不是买了吗？6块的，12块的。
好，全部买完了。然后我们的这个飞剑可以这里可以领取的。然后另外今日累充，累充200块、500块、500块给一个随机的坐骑，随机坐骑就是这儿给的。然后这儿有个升8的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升10的。升10的我觉得别的地方应该还有哦，魔童变哦，今天没有这个魔童变了，今天还是昨天的这个活动，它这倒计时就是2天的活动，我们昨天就拉满了，切，这垃圾活动。然后这儿全民狂嗨，这儿稍微领取一下，今天320这个嗨点好像可以到，等等。然后现实活动我看一下，冲击转盘转一转，可以转4次，再转，给他一点点时间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，等一下，这里还有单笔充值，完了，这个单笔100、单笔200得要充的，单笔100、单笔200，我看一下，单笔200给的是10000的这个，还给了一个这个令，妖兽拓展卡啊，妖兽拓展卡别的地方得不到啊，那就只能充这个200了呀，这个贼亏，我告诉你，充一个这，充一个这。我充500的行吧，充500你给我个200的奖励，顺便给我双倍的元宝可不可以啊？这垃圾游戏，来吧，100块钱买一下，相当于是用20000的元宝去买那个拓展卡，还有什么对吧？说亏不亏，说赚也不赚，我感觉是这样的。然后200块钱买的，那个董轩，到时候看一看。好的，哦，感谢康斯大大的100万个乞丐头像，谢谢。开启元婴系统。元婴法相，我的妈呀，一会儿有没有328的礼包，肯定有啊，还没有来，这元婴可以激活了，装备一个精英法相 Never 加了20万，牛掰。我们哦，说到牛掰，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很牛掰的这个视频，有3分钟，明天发给你们看，超级精彩。今天为什么只发了3个视频，就是因为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去做那个牛掰视频去了，没有时间啊，到时候给你们看看，就我和视频小哥通力合作达成的。然后这熔炼先不管它，董轩使用了，你看激活一下，说了半天加了70万，还可以哦，一抽蛋9个，给了个豪猪神文直接分解，不用客气。然后兑换一下，兑换一下这个，好，插进去 OK。 然后我们别的呢，连充好礼啊，这个领取，今天已经充了800块钱了，差不多。哇，这红点有点多，限时充值，哇，这里可以领这个4阶单、5阶单，就是啥灵魂原石，哇，又有一个手套的那个石头，哇，又有一个7阶，哇，还有个7阶的，爽。好，我再看一下，主要是六元秒杀，这里有个30块钱的啊，再秒一下，秒一下。每天这个充值，光这个充值都可以做4、5分钟，贼爽。好，走你领取，然后让我把这些都领了呀，领完之后再用一下。这个红装10阶3星任选，随便选一下。这个是穿戴，几个角色应该都激活了，对吧？那我就随便穿，这个倒无所谓，穿戴一下。哎，不对，这是要升级的，我弄错了，不是穿戴，加了62万，还可以彩球羊驼，哇，这是坐骑。哎，等一下，流光机车先激活，给了一个摩托，加了62万，羊驼激活一下，哇，加了133万，那有个翅膀，这上个厕所8块钱就不在了，那当然，那厕所上的金贵啊，哎，可以啊，我们这个观众都那么有钱，一个厕所都要浪费8块钱，对吧？然后灵魂原石走一遭，再加个30几万、32万炼丹啊，今天可以稍微练一下，把这儿稍微练一下吧。气血丹2个直接服用，加了8万。今天破亿吗？今天肯定可以破3亿啊！直接吃2颗，又加了8万。3级的炉子，把这些都练了吧，先练着再说。点错了，点立即服用了，放储物袋。应该先合成的，合成比较好，就是花一点这个钻石，3亿可以了。好，稍等一下，这个药源首先。把它浇灌一下，我这可以搞这个5级了，那先把这个4级的浇满呀，它马上就成熟了，所以先把它浇满呀，浇灌好满了，然后就开始浇灌5级的，充值1分钟，红点3小时，3小时过分了，你是看不起有妄图的手速吗？这里先等等，先去把这个炼丹的什么5级的炉子，应该多了一个炉子是不是，安装一下，安装又要花钱，来再哇8000来安装一下，这个炉子好金贵啊，5级黄龙丹服用一个，1颗加了5万，不错，这里还有一点，2颗4级血气丹加9万，再来一颗，哎，差不多了，这丹应该就没有了，这里没有可以炼的了，但是储物袋里面还有2颗这个丹，喂一下。今天是 day 7，录播当只看录像，好的，明天开始这个录像我保证，至少会有4个，实在是太对不起大家了。今天周六，我这个今天只传了3个视频，我实在是对不起大家。这儿取魂续时一下，商城限购，这儿取魂1800的这个挺便宜的，买3个，好，来，哎，刚才是在背包里面对吧？续一下，对啊，我们实在是太不争气了，所以。
要大家狠狠的批评教育才对，所以我之后要好好努力了。今天我还自己做了一个这视频，做了5-1，明天把第4天、第5天全都发出来，然后450级人单，我的天，穿戴云装备挑战飞剑的副本，挑战一下，这充值还没弄完呢，对吧？这里直接升6，我看一下，6阶是给他，对吧？5升6，没问题，来5升6，使用一个。好，给了，哇，这个好漂亮的翅膀，不是飞剑，燕仙飞剑，然后6升7，哇塞，这个好大啊，看着好笨重，领取奖励，然后7升8，然后又加了16万，这个怎么越往上，这个越奇葩，这个感觉一般般啊，怎么能够作为我8阶的这个东西呢？然后快速挑战，然后直接扫荡，重置并扫荡，不要提醒，老子有的是元宝，直接扫荡就完事了，干嘛每次要提醒我，你烦不烦啊？这破电脑。好，免费扫荡，扫荡完了，然后肩负本最后再搞。这个游戏充值时间比玩的时间还多啊！我同意，大佬所见略同。然后这里限时活动，我看一下，再转，这先不要转了，我还可以再充钱的。我先把这个提升上来，这个已经提升完了，他为什么还不出那个礼包？那个限购礼包怎么不在了？来，我先把这个提升一下，对吧？先把这个提升到这个4阶，哎，直接提升到4阶了吗？哎，刚那个4阶直接从1阶升到4阶了，这5阶是4阶升5阶，刚那个4阶好像是。2阶还是3阶升到4阶，好像是，还是我看错了啊？不管，先把这个5阶用了，自动提升一下。一个人养一个服务器，可能隔壁的也蒙受我的照顾，感谢大家的大驾光临。图图，这游戏玩多长时间？哎，其实这个时间过很快，今天已经是19号了，我们马上就可以见到我女朋友了，好开心啊！她是26、27号的考试，然后这儿直接5，哦，还有个5，那这个5就直接把这个用了吧？哎，我这里先看一下，只管直播玩的算我输。对啊，我只管直播，你不需要来玩，我靠大家看个视频就可以回本。这个游戏真的，这种小游戏都是视频纯回本的。然后飞剑、限购礼包等等，我的每日累充，哎，就是这里有个时间对吧？别的就没有了吧？别的肯定就没有了。这里还有个时间的，我看那里，但是那个时间我好像拿不了。这里累充拿一个银月的续费一下啊，我背包里有超多的银月，我可以续费好多好多的礼月购。哇，第7天可以再领1万加8000加2个这个补贴休息单，可以的，领取。好，这个礼月购终于结束了。哇，少了一个功能，可以的，神秘商店。今天我们超级休息单是昨天的，我们就刷这个超级休息单进结束，不用刷新一下钥匙啊。来，神秘商店不需要高修为。噔噔噔噔，明天出原因装备和一个 SSR 伙伴要一收。好的，明天欢迎大家再来收看。然后我终于知道我嗓子为什么疼了，我旁边那里有个东西臭了，就是有个纸湿了，然后就吃的你知道吗？还有一些纸堆在那儿，然后它就发霉了。然后我一上去睡觉，睡了一晚上，然后第二天嗓子就疼。我发现人体真的很神奇，我每天一吃阿莫西林，第二天就好了，因为阿莫西林确实可以，它那个比如霉菌到我嗓子里侵入了以后，我吃阿莫西林可以把它震下去。但是第二天我再睡一觉，如果没有吃那个药，然后我又反复了，所以我这个已经反复了一个多星期了。今天我终于找到这个原因了，我觉得明天开始我应该就不会再出这个问题了。超级休息单刚买了一个，所以我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。我爹还说可能是饮食不注意，包括我还吃什么维生素啊，什么善存，然后还想着说哎有可能是吹风，但我想我也没有出去锻炼啊，怎么会吹了风？不是 day 四，不是 day 四，没关系，我们之后。我也参与到这个剪辑视频的队伍当中，保证大家从周一开始每天5更，每天5个视频，好不好？一定尽快追上这个进度，谢谢大家了。阿姆西林是沙金，我还说可乐沙金的呢，这个沙不沙金只有金他才知道，你知道个毛啊！你直接把他和可乐放一起，他就被杀死了，就证明可乐有沙金效果吗？不能证明吧？你还要去医院做专门的活体检测，剪辑时长做长一点。其实我们争取发的数量多一点，我们可以。多剪几个这个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15分钟左右，因为有的人他再长他就不愿意看了，还请大家谅解。这里为什么最后那个就刷不出来我那个超级微单？大哥你给点力好不好 ？Come on， 杀性毛，顶多长胖，你长不胖吧？反正我觉得我不愁。我今天去把那个打扫了一下，我觉得就挺好的，应该不会再有问题了。然后我看一下神秘商店，再刷一个好不好？醍醐灌顶，这是啥？分解可头伏法剑，这个只要4折，我买一个，从来没有得到过，是够了，够了吗？出了俩，我没有看到吗？红的呀，我不会错过呀。来一个，两个。超级休息单就剩2次哦，好的，没关系。哎呀，错了一次啊，我觉得给明天买一个也 OK 的，已经买3个了。好的，好的 ，OK， 来使用一个两个，好的。买了两个，刚刚是多买了一个，没有关系。但是这个高级回单啊是齐了的啊，今天可以把它全部用完。然后这是运标，等一下先离开，然后去运标，每天都要记得去运一下，哎，不然我就太菜了。然后一键刷新开始运标，然后这里我们再把这个 boss 设置一下，对吧？然后 boss 自动挑战11层，好的。然后道行 boss 直接快速挑战，哎，运标状态还不能快速挑战，你这设置的，能不能快点运完？然后看一下，可以转身了吗？噔噔噔，哎，不对，大哥你继续，我刚不小心点了一下屏幕，它就停下来了。继续运标啊，继续，可以了。
还有八次互动机会，那么多吗？我还以为就每天三次，等到先让他打打 boss， 然后一手寻宝，这里啊，这个火系的我们都搞。其实我们这个输出阵容好的一点是，他三个一手他全都是那火系的，所以我们抽就全都是火系的，就不会有任何问题。我觉得这样还挺厉害的。哇，这里今天又有20个人团购，24个人团购，好厉害，大哥。别老打断我好不好，你这个垃圾游戏我都不知道我刚点了啥。来，先把这百倍投资领了，好吧，关卡投资领了，已经打到了2000关了。妄图有妹妹吗？这从何说起呢？然后我们今天是周六，我们周一又重新刷新，这里先买了吧，这个也不贵，其实无所谓，容易兑换先不用考虑啊。妹妹的话，这个女朋友算不算呢？女朋友算的话，那我就有，不然我怎么会有妹妹？我可是爷们儿，怎么可能有妹妹？想啥呢？想屁吃，然后领取，然后紫金葫芦集合一个，哇、哦，最后倒数第二件这个紫金葫芦，这个叫啥法宝？好的，你以为我想你？一个大老爷们还说有没有妹妹，这奇怪的名词，尴尬死我了。上次妹妹不就直播了啊、哦？你说那个妹妹啊，那个是姐妹儿，不是妹妹，好吧，尊重一点。然后哇，嗜血指环三转来了，然后再抽一个，花1900的元宝，抽完全部领取，领取，然后哎呀，还有一个免费寻宝取出来，那是老婆，大舅哥努力有个妹妹吧。不用啊，我哦，法器寻宝最后一个，畜生法器，毒儿子一个、哦、我妈也在，我靠，那我妈被我捂了耳朵呀，我说了好多啊哈哈的东西呀，希望老妈不要怪我，我只是为了这个节目效果哈，其实我本身还是啊、没有那么污的，苍穹是云，然后我妈说我就喜欢污的，哈哈哈啊，不应该拿老人开玩笑，不好意思，然后这4减7火加了50万战力，谈笑风生之间就加了多少万战力啊，我的天哪，来点亮一个，这激活不了这个套装，切，好冲，哎，这又是白给的，这个红点又瞎骗我，然后玩法目标领取，节目效果不错，好的，是的，还可以，多亏了你们的这个撑场，节目效果爆棚啊，这是 boss 挑战不了，讨厌，然后这 boss 全部被打死了，来快速挑战，本性显露出来而已，本性这个东西不好说的，有的东西吧就是要啊发掘一下才知道它有多么深不见底的潜力，然后圣系主题，哎，等等，这个再等等，然后这里全民狂嗨，我现在是多少的嗨点，302，差一点啊，竞技场擂台再给16个，哎，差不多了，哎，差不多。